欢迎你。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劳部资讯处处长，欢迎您。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劳部会计处副处长李秀玉副座，欢迎您。欢迎您。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劳部法医研究所所长徐达仁徐所长，欢迎。Thank you.
是合唱团，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的合唱团所有的表演节目呢，还有待会看到的，跟前面看到的，都是为了我们的今天桃园地方署的大日子特别安排的，由我们歌主任张学文歌主任特别安排的，他们带来的厉害的曲目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愿我飞天》。待会呢，如果各位长官贵宾会唱的话，不妨跟我们一起合唱哦，一样进入到大的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愿我飞天》古老合唱表演。我们也欢迎今天的指挥郭景贵老师。
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欣赏。接着呢，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唱歌队实在非常的深情呐、在这边呢，我们相信桃园地质学习感到相当的荣幸。紧接着呢，就要欣赏我们的开场表演系列表演的最后一个表演。这个表演呢，是融合了我们原住民的阿美族古调以及呢张惠妹的流行歌曲做一个融合，那也代表着我们桃园地方有很多的族群、很多的文化互相的融合，在这里的凤竹埕。
是邀请市场。好，我们感谢两只可爱的小绅士的带领。我们邀请所有的长官以及贵宾呢，先到我们桃园地检署的前方，面对着我们这一个桃园地检署的星象。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现在邀请的是我们的台湾桃园地方法院陈邦豪院长，欢迎院长。紧接着，法务部陈明堂政务次长，欢迎次长。现在邀请的是我们的桃园市议员苏嘉明议员，欢迎议员。以及法务部调查局陈蔡清祥局长，欢迎局长。接下来是我们的营建署吴宏硕副署长，司法官学院蔡碧玉院长，欢迎院长。接下来是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桃园市调查处，我们刘步新处长，欢迎处长。以及法务部廉政署赖哲署，接下来是我们营建署吴宏硕副署长，司法官学院蔡碧玉院长，欢迎院长。接下来是我们的法务部调查局桃园市调查处，我们刘步新处长，欢迎处长。以及法务部廉政署赖哲雄署长，欢迎署长。接下来是我们的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林文明局长，欢迎局长。法务部矫正署黄俊堂署长，欢迎署长。接下来是我们的陆军第六军团指挥部任金兰指挥官，欢迎指挥官。法务部医研究法医研究所涂达人所长，欢迎所长。接下来是我们的桃园律师工会，我们徐建宏副理事长，欢迎理事长。接下来是我们的本署，我们的童检察长，请欢迎我们的检察长。好，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长官已经就我们的剪彩位置，准备待会非常盛大的剪彩仪式了。请立身地上剪彩用品。请我们长官戴手套。我们为了呢不要挡到我们的前面这一排呢，非常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长官们，所以呢特别请美丽的女士在后面准备。那现在我们长官呢正在戴上手套，为待会盛大的剪彩呢做准备工作。我们孔令哲理事长有没有在我们现场？到了啊。好，我们孔理事长还没有手套啊，我们这边来请等一下。他待会呢，也非常感谢今天前来的媒体记者朋友们，一定务必帮我们留住长官最俊俏、最帅气、最美丽、最有威严的一刻。好，在稍待片刻，我们的剪彩活动即将就要正式开始喽。在剪彩之前呢，我们长官做好动作，我们请我们的媒体呢先来拍照，我们先看正前方。来，请我们长官看正前方。请剪，这真的具有历史上的一个纪念啊！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地检署的落田，代表我们桃园的司法呢，能够有更大的空间来去为我们民众服务。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媒体，我们可爱的祥师是不是要带着我们的长官呢，一起到我们的巨石那边来接我呢？来，请我们的所有的长官跟着我们。请我们的长官到我们的金石。
请我们的长官慢慢移动你的脚步，来到我们的这个代表地标的巨石。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的保护处太上部长，以及我们的最高法院检察署严大和检察长总长，还有呢我们的保护调查局蔡清祥局长，以及我们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费玲玲乡院主任检察官。邀请我们的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施庆堂主任检察官，法官，还有邀请的是我们的台湾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检察署林朝松检察长，以及我们的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朱兆明检察长，以及我们的本署洪坤业检察长，当然我还有我们的市长郑文灿。我们很高兴的呢，在详细的带领下，现在所有的长官都已经就位完毕了。紧接着就是令人期待又紧张的时刻了。待会呢，在各位的见证之下，所有的长官呢即将帮我们举行接石仪式。我们前面媒体拍摄 OK 吗？好，那我们就请我们前面媒体拍摄 OK 吗？好，那我们就请揭幕，请长官揭幕。的这门巨石正式的揭幕，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谢谢我们的桃园地检署。来，我们长官呢，请再一起合影哦，在这块巨石。哎呀，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帮忙揭幕的长官呢，往中间移动一下。我们一起合影，我们在这个巨石，来，那我们再继续。那在这边呢，也再次感谢所有观礼的贵宾们。然后一样啊，我们请前面的媒体朋友们帮我们的长官以及我们这个桃园的新地标好好的记录下来。一样，我们先看中间的，先把眼神给中间的记者媒体朋友们。哇，两个强势非常的强劲哦。那紧接着呢，要请我们长官把眼神给右方的媒体朋友。Thank you.
谢坤山大师都莅临到会场，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们，谢谢，谢谢我们各位主委大师，谢谢您。最后，我要感谢最劳苦功高的，是统筹大楼整体的主体工程，还有内部装修，从预算的编列、规划、发包、兴建、完工、验收的相关事宜的，历任的迁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李淑芬、戴文亮、张春辉、谢忠甫、李三明、林秀明等几位主任检察官，还有负责统筹公共艺术编制还有执行的小组召集人吴一鸣，还有赵燕丽主任检察官，还有审查委员的王以文、香月，还有郝中心主任检察官，还有历任迁建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叶美惠、陈俊斌检察事务官，他们是最辛苦的。感谢各界的鼎力协助，还有我们历任的检察长率领同仁克服万难的一个辛劳。在此呢，我们要期勉我们全体同仁，在这个崭新宽敞的办公环境里面，应当要本着为民克允的精神，明察秋毫，公正平允，发挥专业跟热忱，落实司法为民的理念，赢得人民对司法的信赖。谢谢。司法园区将来是桃园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市中心，那么将来包括停车接驳，包括未来的中部从化区的公共设施会越来越完善，所以我相信这个司法园区不只是体现了这个法律人那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的设计理念，也体现了桃园的进步。那这里呢，我们将来在对面会设置中路一号基地，它是一个社会住宅的设计，那一楼二楼会有公共设施，那其中二楼会提供200坪给桃园市律师工会来使用，大家说好不好？好。那如果有其他律师觉得在这里附近要找办公室找不到的话，我会尽量的把这个中路一号基地一二楼层的部分的空间那么租用出来，能够让这里更方便。那么原来的这个地院跟地检署，那么它的土地所有权是桃园市政府，那如果这个能够设置高等法院桃园分院，那我相信对于服务民众降低台北高院的空间负担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个如果这个司法院跟法务部可以达成共识，我们桃园市政府也愿意提供这个土地给高等法院桃园分院来使用。谢谢。那当然高风险也可以进来，那因为很多的律师事务所担心那里以后会不会变得这个好像这个法院跟地检署迁走了，那边不再适合设置律师事务所，我想那个地方是很方便的，那希望能够这个争取来设置在桃园。那当然我们跟地检署有很多的合作，那么包括因为我们邱泰山部长在副市长任内就开始推动，那么包括我们这个环检警，那么推动所谓的环保犯罪的这个侦查机制，那包括医疗暴力零容忍，也包括最近我们的这个毒品犯罪查缉中心打击诈欺犯罪这个机制，以及科技犯罪侦防队，那我们跟桃园地检的合作都很密切，那效果也很好。目前在政府部门跟司法部门的合作上，那么资讯畅通机制非常的无缝接轨，那我们希望未来的合作可以更多。那原来在102年我们市政府
在旧的县政府阶段曾经要求要把地检署的富国路的这个土地能够拨用做埔子消防分队，那我当市长以后决定改权更张，采取这个双赢方案，那么跟地检署采取合作开发的模式，那一方面建置埔子消防分队，二方面呢帮我们桃园地检来新建检察官职务宿舍，这应该是全国第一个。那目前工程已经初步规划完成，明年开始要编列预算。那 我相信年轻的检察官刚到桃园不用担心住的问题。那我知道以前这个流动率比较高，那我相信这个桃园地检虽然业务压力重一点，那挑战高一点，那我们应该帮忙解决住的问题。那这一点也请我们法务部支持。那当然法务部支持是说政策支持啊，要编列预算好像有点困难。那没关系，那个我们市府有取得埔子消防队，所以我相信也能够给对市政府这个来说的话这是双赢方案啦。我们要另外编预算来购置土地，其实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会再跟这个彭坤烈检察长那么密切合作，把这个全国第一个检察官职务宿舍把它新建完成，大家说好不好？好。那这里呢，这里也象征着未来的我们桃园的地检署，还有未来的地方法院也即将在108年搬进来，整个司法园区那将来会成为我们中路计划区的亮点。那将来这周边的设施我会把它更加，除了停车场接驳公车之外，希望这司法园区跟附近也能够融合，还要在这边开出一些补建的支票，而且一定要兑现哦。真的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永明工商的老师跟同学，刚刚我们看到他们的表演或他们的接待安排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桃园永明工商呢，他们对于学生各项技能或者是这个处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呢，可以让我们看出来台湾的新生代是有希望的他们的表演呢，不论是传统或者是现代不论是在地或者是国际不论是多元或者是其他个别个性的表现呢，我觉得都可以在他们的表演里面看得出来。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永明工商的老师跟同学那当然刚刚我们这个市长大概也提到，过去我们桃园市政府就很积极的在跟我们的司法机关来做各项的这样的一个配合。那除了他刚刚所提到的以外，其实最后一项我要跟市长报告的，我们八德外一间呢，基本上现在正在国发会跟行政院的审定当中的新建那我们未来也跟这个桃园市政府报告过，我们希望在八德外一间的另外的旁边就是隔一墙之隔的，能够来设置一个工厂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区。将来我们希望BOT 来招商，那希望有厂商愿意到那边设置。那为什么要在那边设置呢？我们会给他们一些优惠奖励，主要原因是让我们未来要出役的这些受刑人同学呢，他们就可以提早到那边去做技能的训练跟实习。那白天他们就一墙之隔过去，那晚上傍晚就回到监狱里面，那这可以减少我们介入上这样的一个人力，那更加的让我们的受刑人这些同学呢，在未出役之前就可以把他们矫正机关所给他们的技训呢，他们能够有机会去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实习，也让企业界了解我们的受刑人，他们愿意来学得技能，也愿意来复归这样的一个社会。那当然我们矫正署也相当的努力，刚刚这个我们彭检察长忘了介绍，各位看到很多我们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这些作品，包括检察官办公室里面很多的这些字画的喷砂等等，除了感谢刚刚几位大师以外，其实还要感谢我们矫正署很多的同学，很多各位看的漆器陶塑包括检察长办公室我刚刚跟他讲说
我跟你写完好不好？因为里面你看到艺术气息，哇，真的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司法机构哈、哦。那些很多都是我们矫正机关里面我们的受刑人同学他们的作品，各位可以看到，包括刚刚很多电梯旁边出来的都是。那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侯部所属不只是我们的检察机关、我们的矫正机关、我们的廉政机关、我们的调查局，其实呢，他们都很积极的啊、在做这样的一个为民服务。更重要是希望把过去传统大家认为司法机关是一个很阴森的衙门，现在改变为像这样的一个造型宏伟，而且呢趋于先进。更重要，它的设计理念是为民服务。所以呢，我们也除了绿建筑或者是节能减碳这样的一个设计以外，我们更重要是要亲民。所以呢，我们很多的中庭空间，包括我们要特别感谢桃园市政府，把我们周边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居民、跟我们的社区来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让他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安全，而且呢舒适，而且又有艺文气息，或者是一个休闲这样的一个好场所。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再次感谢我的老长官，郑市长，也感谢我们的市府团队，还有我们桃园市议会，那特别是苏嘉莹市议员呢，他不只是刚刚所提到的，我这里要再特别跟各位报告，苏嘉莹市议员不只是在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设施，他其实对我们这个矫正机构里面很多我们受刑人这些同学呢，他们所要的技训呢，他也都募集很多我们社会各界善心的人士捐助，购买器材设备，安排实习训练的场所。那我在这里要再次的感谢我们苏嘉莹市议员，他不只是担任市长的时候提供这些土地的政策，各位观光李文生啊，未来我们除了跟各机关，包括林务局也好啊，包括环保署也好啊，包括我们营建署也好，我想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合作。那更重要，社会的资源，不论我们的农官协会的这些热心的这些会员，还有会长啊，张会长，那或者是范宝黄会长黄理事长，那黄主任委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耕宝那我相信他们的协助呢，都是希望我们这社会未来会越来越更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想硬体的部分或者社会的协助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呢所有检察机构呢，还是要面临对业务还是非常的繁重。我们的法警一样，因为案件量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的法警人力也有很大的一个不足。所以呢凑巧现在刚好司法改革国事会议，那我们会将我们如何让我们检察的案件能够来分流，能够来减量，那如果来有其他的机制，那特别是要跟院方来做这样的一个协调，那大家有一个共识之后，那我相信呢未来我们会把检察官的案件量呢，希望能够来把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减轻。但是呢我们除了检察官以外，其实其他包括书记官、检事官、我们的法警，特别是法警刚刚郑市长他已经有看到一个重点，其实我们院警如果距离越远的话，我们法警为了进入的人力上，他们的工作量就越高。特别是我们地检署的法警其实是一天24小时的，随时移送人犯或随时有状况，我们的法警都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我是以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的身份来参加我们桃园地检署新下动土典礼，今天我以检察总长身份应邀来参加我们桃园地检署新下落成启用典礼，内心非常高兴。其实刚才彭家长已经向各位贵宾介绍我们桃园地检署新下建筑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请揭幕，请长官揭幕。代表我们桃园的公平正义，也是我们桃园的地标，打击不法的这款巨石正式的揭幕。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